Combat is Hello，大家好，我叫任刚，我来到 Combat Group 训练了2个月，Combat Group 是一个综合性的拳馆，它由 MMA、马伽、拳击、泰拳、巴西柔术还有瑜伽这样的课程，它在泰国春武里芭提雅水库旁边，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呢，感觉这里可能有些偏僻啊，交通不太方便呀、啊。饮食也有一些顾虑，但是来到以后呢，感觉，真的是不用担心，我只要专心的 focus 训练就可以。对于这边的训练呢，不同的项目有不同的教练，那我呢是参加了西洋拳，也就是拳击锻炼。这个课程，有一个菲律宾的教练，还有一个泰国的教练，他们非常 nice，很乐于帮助我们，包括这边的很多工作人员也很乐于帮助我们。不管是你训练中有什么问题啊，或者是你身体自身状况，也可以跟他说，他可以给你适当的做一些调整。至于这边的饮食呢，也比较健康，你可以选择不同的种类，适合你的训练计划的，可以是 diet food，也可以是比较高卡路里的，都 OK。今天是我的最后一天，我觉得这边训练真的非常好，但是唯一遗憾的是没有太多中国人在这里训练。明年我还会来，我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跟我一起训练，谢谢，Thank you。